姐妹们，有没有那种常年便秘不舒服的、大肚子的？这个果冻啊，姐妹们，79.9块给大家发9盒，之前是6盒，现在给大家多赠3盒，是9盒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支，然后吃的时候细嚼慢咽，吃完之后喝一杯45度的那个温开水下去，白天多喝温水，一天2-3次，特别舒服啊。如果说大家有那个就是便秘严重的呀，或者想便细的啥的啊，然后大家可以去拍一下。细嚼慢咽，嚼得越细，嚼得越碎，然后它越好吸收。它这里边就是水果蔬菜发酵出来的酵素啊，全部是水果蔬菜发酵出来的酵素，可以加快新陈代谢，然后促进肠道的蠕动。一天一条，一天2-3次，非常舒服，非常顺畅啊。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姐妹们，小黄车去拍吧，现在正好也有活动，给大家赠3盒，一盒里边是5条，9盒呢一共是45条，之前是6盒30条，现在多赠15条啊。